国防质询开始，ちょっと待て。但是咱对国防相关法干部了解偌济？我跟委员先报告一下，语言是个交通的一个工具，大家工具都能够共用的，会比较方便。如果委员坚持要这样裁一裁，那我就按照规定裁一下再讲。国防部长邱国正讨救兵，就怕陈伯维的台语质询会错意，然后就变成这个情形。邀请台湾参加2022的 RMPAC， 以及着提高美台军事力量的合作。翻译先生，请你把我的话翻译给部长听。国防授权法有没有建议美国的国民兵还要跟我们合作？你讲一段，我笔记，然后再跟邱国正翻译。终于。我要是给委员建议一下啊，还是这样的一句话，工具大家都有，为什么不用同样的工具呢？你有够阿爸啦！我没有阿爸。你有够阿爸啦！我没有阿爸。今天你哪话过来？你家里也给你卖完就别给。两人就这样在质询台上吵了起来，好不容易冷静下来，没想到。但是这个新闻我没看到国防部出来讲啊，敢有九月八号日本防卫省？从早到晚都不断的，一出来一架我就爆。再出来就又爆，那你还当国防部长好了。邱国正直接炸锅，脸上写满不耐烦，眼见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之际。部长，我无意要跟你冤家，但是未来我嘛会继续讲台语。那我尊重你的做法，感谢你，谢谢谢谢。陈伯维急转弯先示好，画风突变，留下全场一脸错愕的国防幕僚和满脸不开心的邱国正。委员继续讲啊，我也继续发表我的意见了。TVBS 新闻郑胜伟、刘雄、韦嘉协三区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